有没有音乐老师？你这个方式是怎么哪种方式？我这音乐啊，诡异的，诡异的。民间有句俗语，打蛇打七寸。偌大的球场上阴风阵阵，冷得他打了一个寒战。突然一个男人出现在杰克的身后，阴森地说道：大壮，把球给我。杰克惊慌失措，吞了吞。你你是四号？你吓我一跳。他叫杰克，三分薄凉，爱新觉罗，长得快，克里斯。3岁大学毕业，6岁已经踢遍国际所有的联赛。你看他进球时瞳孔所闪动的七彩的光芒，当他失球时，眼角会划过一颗珍珠。妈呀！奔跑时，他五彩斑斓像丝绸一样的头发，随着风飘了起来，整个球场的人都在为他着迷。哇，我要哭了。